的情感，还是泄露了我的不安。于是你开始冷淡，我也开始问自己该怎么办。如果你知道我的遗憾，千万不要再不以为然。我的生活已经混乱，到处漂流却始终靠不了岸。这是我最后最心碎的流言，哦哦，爱我好吗？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，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，哪怕是在你心中。徐忠明老师请坐讲台。